2015年罗省的华埠小姐选举筹款晚宴六日在华埠举行了，进入了决选的16位佳丽亮了相。今年是第50届罗省华埠小姐的选拔，罗省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庄佩元也表示，要让大家看一看与往年的不一样。 第50届罗省华埠小姐进入决赛的16名佳丽名单已定，这16名佳丽已经过了数月的决选前训练。每年华埠小姐的选拔日期定为2月7日，届时将选出5名华埠小姐，其中包括1名皇后与4名公主。5名华埠小姐将参加2月21日在洛杉矶举行的金龙大游行，然后将访问中国。 华埠小姐选举晚会将在环球影城希尔顿大酒店举行。罗省中华总商会是华埠小姐选举的主办方，该会会长庄佩元表示，今年是第50届华埠小姐选举，报名者很踊跃。为此，今年的佳丽不仅样貌出众，而且个个都很有修养。庄佩元表示，今年的佳丽出众，也给评委的评审工作增加了难度。 今年决选时会给各个选手增加一点难度，但他表示现在尚不能透露细节。我也在那个选举方面呢，多加一点不同的分在里面，所以今年我比较很紧张、很紧迫。我们一定要选出一个真正的能够代表我们华人的代表，我们的华分的女生代表我们洛杉矶，希望明年也有机会到中国访问。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。